抢先带你来关心新闻焦点。法国大选结果出炉，中间派马克宏成为继拿破仑三世之后最年轻的法国总统。南韩周二将举行总统大选，脱北者之子文在寅目前支持率最高。对于前瞻计划，总统蔡英文说，投资台湾就是前瞻，并强调绝不会债留子孙。台积电股价再创历史新高，不过分析师认为短期内台股攻上万点仍不容易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